是你长得像我姐，妮妮有人说你长得像像她姐，孙浩长得像我姐，终于有人给我报仇了。孙浩长得像我姐，想问我们几年了？我们才九个月啊，没有几年。哎，我们几个月啦？快九个月了。嗯，今天多少号？16号。可以多一点被子，我昨天就是辗转反侧转了好久，我转了好久，但是还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沙发上睡了，然后我睡着了，孙浩也睡着了，没想到他真的就把我放那儿了。兄弟，这个可以不用加兄弟啊。但是你有一个大哥爱你，好多男的都拍这个。但是他们是假的，所以不会被封啊，我们是真的，根本不会被封。我可怕被封了，毕竟我最近的流量还是有点可观的呢。让我们是什么硬碰硬啊？孙浩长得像妮妮，妮妮长得像我，长得像妮妮的姐姐，就是我姐。她其实是我，她是我妈派过来，就是化身我姐，然后就是看我平常什么样。就化身你姐，是你姐化身成我，我其实我化身。是我认识我姐在先认识你，你干嘛要脱衣服？因为这个衣服穿得很暴露啊。嗯，你这样容易很臭。什么很臭啊？就出汗。我又不会出汗。你不会出汗？因为我们没开空调啊。我没开空调这么热啊，我好热啊。新家不打算什么开火，我们又不用厨房。我们不用厨房。你不对劲。他们有人问我们哪个是聂湖，哪个是刘晨。我昨天跟捏捏，我们互猜对方父母的事情。我们昨天晚上一直互猜对方父母的名字，就是各种提醒。然后你还记得我妈叫什么吗？哼，胡明芳。嗯，孙浩的妈妈叫刘红。我妈现在正在看你直播，你见直播她打。阿姨好，刘红阿姨，刘妈啊，刘妈。我妈妈叫刘涛。你爸爸叫什么来着？叫孙立，叫孙志刚。那是我爸爸。我好会，我在路人面前这么绿茶。我收敛一点啊，我收敛一点，已经练习见父母了。我们都已经见过父母了，我们但是我没见过他爸。我对你爸的一无所知，我对你爸也见过，就见过几秒钟。怎么呢？你爸不是下班？视频通话。我在你家，你爸不在。你见过我爸？嗯，你爸不在呀。你在我家的时候吗？嗯，你还说一起洗澡餐的时候吗？你还说你要去客厅直播。然后我说你爸爸在客厅就。哦。你看星期六大家人都多了起来。这样吧。这样吧，哎，我要不要我们选一天我们回家，我拍一个你见我爸妈的 vlog。 我想知道我妈什么反应。你在就是伤害我的同时在利用我。是啊，我就想看你这种尴尬的样子。我见你妈的时候我不也很尴尬？你敢带我去见你爸吗？你可以见我爸，我爸又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是哦，但是他妈是知道的情况下，我才我问你带伞回来了，真的被你放在那里了。在学校网可能看不了我的直播。没事啊，没事啊，你可以放假之后来看。你看，看什么？他笑得好开心。他叫什么来着？浩浩讲话逐渐捏坏。他叫什么来着？他叫刘门都。他叫什么来着？那个，他叫什么来着？伊能静。对，嗯，对对，我也想。见人的时候，我说话很机车。我说话，火箭都不关你事儿啊。很机车哎，他们说我的说话很机车，但是我说话能更机车一点。领口好低，没办法，其实我不想这么穿，因为我懒得换回来了。然后想让你们知道，其实我有这么骚的衣服。但这件衣服其实是我3年前买的，要不是孙浩今天翻出来，我不可能穿这个的。我好久没穿了，自从我长胖之后发胖之后，我就再也不会穿这种衣服了。
然后今天孙浩翻出来要帮我拍那个大哥的那个视频，头发前几天还不都是蓝色的吗？他掉色了，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染蓝色了。蓝色掉色好快，蓝色掉色就会变成这种绿灰色。可以手撕吗？好像不行，感觉我们俩都没有腹肌，以前还是多多少少两个人都有吧，长胖了之后就都没有了，咋有腹肌？才几天就掉成这样。对啊，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染蓝色，也掉色了，我觉得不好看呢。我其实也是挺我准备过几天去染金色。怎么呢？小爱吗？今天的发型很好看，今天的衣服就衣服好可爱，不是我想穿的啊，不是我想穿的，有没有多好看？对啊，胖没了，其实没有胖脸，其实就还好了呀，不可能我们每天光着身子给你看，是不是？我们毕竟每天自己看自己啊，但是我们最近都在减肥，想穿的呀，觉得你们应该会看的比较明显，但是好吧，其实我们也没有很用心的在减肥，有意在减肥，但是不一定减得掉。小爱同学。这样好多，怎么没有人送礼物啊？我快20了，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小爱同学，我为什么要说？我真的没有想，我真的没有想到，我都快20了，说好的黑色呢？不可能！我像个巫婆。小爱同学，播放我喜欢的歌曲。那我摆这个。播放我的收藏歌单。20不错。对啊，哎，没有想到我都快20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我天啊，我觉得我20了，我就跨进一个新领域了，真没想到我20了。我们沙发会动，会动吗？我们沙发这么硬，怎么动？你们是说哪种动？我反正我永远都是小朋友。孙浩怎么就不跟我说这种话？什么？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朋友吗？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朋友。不必吧。和碎片。谢谢成24400，24400，我现在才只有89。Talking to the moon。孙浩好像一个蘑菇，孙浩是蘑菇云。对不起，我头发。卸罐装的，对，真的爱你。我让他去剪，他也不剪。那么我明天去染金色，你去剪头发吧。可是我想，就是留成你喜欢的，你当初那个很帅的。我一直都说我喜欢的是短的，但是你觉得我很帅的那个头发，就只是那张照片而已啊。那照片，也是我，就是你知道那天我那天情况怎么样吗？武汉不是封城了吗？没有地方剪头发。不是，没有地方卸妆了。然后我知道啊，我卸妆水没了，我只能去我妈。当时我们都在通电话。对，我只能通宵。我通宵。好怀念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孙浩还是对我很好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瘦的。那时候孙浩还是对我很好的。那个时候妮妮也是对我不太好啊。对啊，你因为你在追我，没有答应啊。我头发也是掉色好快，对，哇，饼饼都是那七级，很牛。浩怎么感觉比妮妮还难？因为我是纯一呀、啊。没有。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我们去打 PK 吧，我们去打第一把 PK 吧。你去找谁呀、啊？这哎，可乐怎么每天都有那么几百万、几十万、啊，好吓人啊！把他取关，别把奶油当一。其实，泡在现实里还是一点的、啊，就在我面前。就挺好的，你朋友都说妮妮好帅，你朋友真的好有眼光。我真羡慕你有这种朋友，你这种朋友我真的是在你人生中简直让你蓬荜生辉。我天，你这种朋友能不能介绍给我？我很缺这种能夸我的朋友。他今天别跟可乐打哦，今天可乐是过百天啊，难怪过百天的第二天。哎，为什么他们连天他们过百天没眼咋没了？怎么回事？是你没有开滤镜，哎，快躲开！为什么设置不了、啊？现在呢？啊！这粉红色的屏幕，对啊，什么鬼啊？什么情况啊？这唐凯的垃圾手机。其实这样挺，哎呦，你这样加起来就感觉很白。对，我就需要。
他也可以去拿，帮我拿那个嘛，是吗？三分。哎，我们现在是没有美颜的是吗？我们美颜掉了。我就长这样。我也就长这样。我看一下，我把美颜调一下。我刚刚卡了一下，我把美颜给挤掉了。你知道这谁唱的吗？我从6000人掉到了4000，可吓人！刚刚好吓人，他们都以为自己手机要爆炸了，就感觉对着。我觉得自己手机要爆炸了。你觉得这个新手机几天就到了？哎呀，这手机太垃圾。对，你的手机比我提前会到一两个星期。我手机为什么会？因为我先买的你的，然后过了两三分钟才买的我的。这几分钟难道就会造成这种局面？因为几分钟有几万人在抢，或者几十万人。那有什么关系？你看。没有关系，我刚刚手机坏了，我这个手机怪，我们的视频都是用原相机拍的。没卡。帅哥呢就这么平白无奇，对不起。回来了，对。就感觉 WiFi 不行啊，我痘痘消掉了，我痘痘不是消掉了，我是把粉盖住了。什么？我属于耐看型，我不属于那种一看就很帅的型吗？我不属于那种。你属于那种啊？我是属于那种，我是耐看。我什么？我是耐看。我一直以为觉得耐看一卡一卡的是吗？我是不属于耐，我是属于耐看，不属于一看很帅的那种。李冠宇帅哥都是原相机，不然的话我们的视频怎么那么高清？李冠宇说我越看越不错，第一眼看我。像那种一看就很帅的才是真正的帅哥啊！你说耐看型我就很不舒服。对，你是20号到23号，现在是哇，我23号我生日哎。对你20号或者23号会到。我这是啊，我们新手机要这么晚。看我的。12月，真不好意思啦，我的新手机先开始。没关系，因为我就是比较帅的人。你比较急需，我的手机还可以。我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机碎成什么样子。我打开这个。让你们心疼心疼我，有点寒酸啊，不好意思。好听吗？这首歌？我唱的。你知道谁唱的吗？我。你猜，你绝对猜不出来。那我绝对猜不出来，我为什么要猜？我给你。谢冠章的晚安。三个字，你猜对，我给你5块钱。你听他的音。这已经唱完了都，你们班好多女生都喜欢捏捏，哇，我讨女，我真的比较讨女的喜欢，不讨男的喜欢。我去酒吧全是女的问我要微信，没有男的问我要。我有时候因为你长得很韩国呀。我之前就是没有跟孙浩在一起的时候，就很想找对象，然后我当时很想找对象，我每次去酒吧就很期待，就是我跟我一群姐妹，站在那儿，我就很期待有个男的。有没有加我微信？我每次去酒吧都搔首弄姿，就导致我当时买了一件这种衣服，然后我就觉得都怎么都这么灵儿了。你说人家是看不出我喜欢男的吗？然后为什么都全是一些女的来问微信？然后我就问那个女的，就其中有一个女的，后来以前我还是加别人的，然后我现在我就不加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了其中一个女的，我说你看不出来我喜欢男的吗？那我们做姐妹吧，就还是想加，然后到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到时候，谁想你？我妈。好吧，谢谢聂漂亮的晚安，就导致我就有时候我就很想让别人知道我其实那些女的就一看就很灵儿啊，我发现好多女孩子都喜欢灵儿啊。你们是不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灵的长相啊？就那种奶奶的，你们不应该喜欢那种很 man 很壮很阳刚的男生吗？你们为什么会喜欢我们这种奶狗啊？我有时候不懂哎。因为你长得很韩国呀。但是我比较喜欢那种猛男啊。你又不是男的。就是如果我是女孩子，我也喜欢猛男啊。你不觉得像如果你跟我这种男孩子谈恋爱，我弱不禁风又保护不了你，然后说，反应，因为。他们现在的主流就是韩国的那种啊，那我是不是 out 了？我比较喜欢那种大壮汉，请更换直播内容，多次内容不是直播将被断播。你去换个衣服吧。对不起，我去换衣服了。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太好，是我不太优质，对不起，是我的衣服。你这更会露我，我跟你讲，你穿个大衣。我不要，他们就会说我为什么还又穿这件衣服。我天天也穿这个。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换个话题怎么样？我错了，对不起各位。你把这个脱掉，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穿呢？我到时候直接脱就好了。会闷出汗呢。的星空，整个夏天想带你环游世界。我们是情侣啊，对啊。真心说爱的冒险。我们打 PK 吧，我们打 PK 吧，我好久没有打 PK 呢，准钱呢。今天可乐周岁，那我们随机 PK 吧，我们就打随机 PK 咯。好白，因为我凭着你的，那你就别走啊。呀，我感觉我们不太合适。那我先走，送个小姐姐啊。想找一些就是，对不起，正能量正能量，白了一度，因为黑衣服显白。果然好看了很多，什么好看了很多？衣服吗？咋，我穿那件衣服你们是觉得不好看？什么意思？我不懂了。下辈子一定要当男的，跟男的谈恋爱，跟男的谈恋爱有什么好的？我还想下辈子当女的。哦，不行，要生孩子，我不要。算了，我还是当男的。我们的戒指，你可以不婚主义，你可以不婚主义啊！我说你可以不婚主义，那我还不如当个男的呢，我不婚主义。哦，我要跟他打毛可以吗？不可以啊，我打不过。那我不打了，那我打可乐可以吗？打崔泽明吗？打崔泽明啊！他不 PK，他今天那我们打大哈吧，大哈打完打，我给你们看帅哥怎么样？你们不要像个土妞一样，就是感觉看到帅哥就在哇帅哥啊！刚关注我的时候才两呀，这不是知名主播帅哥、知名模特大哈吗？我操！他叫孙大哈呀，大哈，你真名真的叫大哈吗？不是吧？什么？我真的叫？你觉得有这样的名字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名字里面会有这种字吗？哇，这哎，帅哥都这么厉害！谢谢二舅，谢谢二舅的。帅哥都这么厉害，送给 Wendy 的吧，送给二舅的庆年趴。好厉害呀，好厉害呀！我好怕，我不敢跟你这种帅哥打了。再见。在你妹啊！你不觉得很久没有凶啊？帅哥就是喜欢飙脏话哈。你不觉得我们输了干什么啊？你不觉得很久没有？哎，你想哎，你大哈，我们俩现在还熟不熟啊？挺熟的呀，感谢哇，感谢、哎、有什么脸现在说我们俩现在挺熟的？感谢印度飞饼的保时捷，哎，我们最起码就没有联系了。现在送的做的吗？我们有联系过吗？我们还没有联系过吧？你想来吗？什么？我生日你想来吗？你生日在哪过？长沙，你可以来长沙玩。在长沙过，你生日不回你的？什么意思啊？杭州离长沙能远到哪里去啊？你生日不回你个快乐老家吗？快乐老家，我老家就长沙。我知道啊，就是你曾经待过的地方，曾经快乐过的地方。杭州啊，对啊。可是我跟他们都说是来长沙，我就知道你不想来。这把我要是赢了你，我生日你必来，你不来的话，一辈子没钱，一辈子不活，一辈子没有女朋友。现在、啊、这把玩这么大，直接决赢了就直接决定我的行程了。你几号生日、啊？那我输了呢？哇，不，谢谢甜我送的浪漫花火，我输了怎么办？你生日是哪一天啊？我生日是11月23，谢谢花雅女送的热气球。11月23号。嗯。行。先赢我再说。大冲，我们先赢他，怎么认识的浩浩？先赢我再说。我说了好多遍，孙浩当时在我直播间刷了一个600块的礼物给我发了个私信，我回了他，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认识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是有对象的。然后你知道吗？我不是。那个时候我分手情况，然后后来我跟他隔了一段时间，谁我是过年期间才跟孙浩在一起的。今年过年啊？你在跟我说吗？
没有在跟你说啊，我在解答他们的疑惑啊。我靠，我哪敢认真在听？我以为你在跟我突然，我就说你怎么突然跟我说那情感经历哦？所以说，他们有人问11月23号缺零吗？我到时候我给你们看11月23号，我要把抖音上，我要把琳琅满目的帅哥都请到长沙来。琳琅满目，我请了很多美女，也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来，但怎么不冲啊？灵异事件。我还真没叫美女，基本上全是男的。我不认识、啊、全是男的，我去过，我去啥、啊？我看你，我在你不来。给你介绍瑶瑶，什么琳琅满目啊？你们说大哈是零吗？哪有？我没有请很多零，我怎么可能在我生日会上请一些，请那么多姐妹呢？给你给大家介绍瑶瑶，请一点竞争对手是吧？对，请零太多，你得跟他们。什么？那浩浩岂不是开心死？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孙浩，我感觉你们，我感觉你们很久嘞，我感觉你们很久了。我不会很开心，我会很就是很紧张，因为你们今天你们这个月是第几个月啊？在一起，小场面了，小场面。基本上我那些不入流的、不能入眼的姐妹们，没有，对不起。哎，你有喊什么杭州的人过去吗？在你有，我喊了挺多杭州的。我生日肯定是我艳压群芳啊。再怎么样你要穿裙子吗？那天你要穿个什么 JK 小 JK 超短什么纱裙、白纱裙出现在。那个就是除了我其他人全都穿黑色，就我一个人穿彩色。有我认识的吗？有我认识的杭州的过去吗？有，基本上都是你认识的。啊，哪一些啊？什么我现在还没有。我小刀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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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赛呀， Angelababy 啊，古力娜扎呀。Angelababy， 然后或者是黄晓明啊，然后是杨幂啊，黄晓明，郭采洁啊，都会来啊。黄晓明跟你感觉好像那冲啊。谢谢南希送的快乐水。哎呀，怎么打不过呀？打不过就尴尬了啊。打不过就尴尬了。是帅哥，你来不来吗？你想来，你肯定想来，你肯定不会不想来的是吧？大我是想来的呀，我是想来的。你什么想来？希望我的身体可以跟我的精神走，就是如果可以那啥的话，就是有，哇靠，这个 PK 都中间还多了一个。哇，谢谢，哇，谢谢小世界送的南博金鱼，感谢 Wendy， 感谢 Wendy 的宇宙之心，哇，谢谢小世界送的南博金鱼，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特效了，谢谢，感谢 Wendy。好梦啊，我无语，好怀念的感觉呀、啊、我无语我现在我有点卡、啊、我看你的那种场面就是那种有延迟的，你直接说我惩罚是什么吗？你看我有延迟吗？对啊，有延迟啊，因为我手机没电，反正我也不在动，我刚刚手机还闪会了。我看你也是那种是吗？大家看我都是那种卡卡的。对呀、啊，哎，惩罚你什么呢？我靠，太久没直播了，惩罚你什么呢？没有直播这么屌，我不信，我不听。我，哎，你最近直播有看到我吗？这一个多月来，你有谁在乎你啊？你是什么东西？对不起，你要说那个 ，I'm sorry， 心直口快，没有了，没有了，开玩笑。那我输了干什么？你输了你就躺他身上播五分钟吧。会疯的，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播了那么差不多大概半个小时，唠了半个小时磕，然后这是我第一把 PK， 我被提醒了三次了，两次了。坐他腿上也会被封吗？对，你看我都不敢离他太远，不然的话可以的话，我不是天天躺在他身上播，不敢离他太近。那你把头塞到他的衣服里面。哎呀，我生怕我直播间就落寞了。怎么会落寞呢？我觉得只会火爆吧。他没穿衣服，里面不行，他里面没穿衣服。我突然想起来，从底下塞进去。那他有没有露肚子啊？游进去不会露的，你就把他挡住就行了，你帮他挡住就行了，你背过去。然后呢？好低俗，能不能想一些高尚的？低俗吗？低俗高尚的。那你们俩就，互相深情凝望对方20秒吧。那他可以在场景外吗？啊，不可以，不可以。来吧，那深情凝望吧，那望吧。
就望到望深情凝望，要满脸幸福。哇靠！谢谢谢谢多多的抖音一号。你看他谢你，你硬要发出点声音，我咋忘了？我咋深情凝望了？啊，快点啊！怎么又卡掉了？快点，还剩三十秒，给他深情凝望完就行了，什么都不用干，好吧？看他们坚持哇！谢谢多多，谢谢多多的抖音一号哇！你干啥？这时候说送啊？感谢多多，感谢多多，我就这么久没播了，这哎，可以了吗？结束了吗？啊 ，OK OK， 走了，我都没有仔细看他们怎么深情对望，拜拜，拜拜，这亮大这。我手机有点没电了，所以它会很卡哦。如果觉得大家卡的话，没有办法，因为我用的不是自己的手机，我的手机碎掉了也不能播。我怎么能曝光成这个样子？不是碎掉了不能播，我感觉我是一道光。你的手机有问题，本来就很糊。我感觉我是一道光，我觉得我是迪迦，我今天是迪迦奥特曼的，你们不觉得吗？我今天像迪迦。哇，离这个皮肤真的是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很好笑。我忘，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了。我如果我是当时跟他在一起，我看了我会害羞。但是我现在就是跟他这么熟了，我看他我只想笑。去打中国第一 NPC。哦，好。我的观众好多呀。嗯哦。怎么现在连对望都这么激动了？是吗？是我们其实心里毫无波澜了。好，你们知道吗？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前天晚上，我跟你说，能说吗？不好吧，不说了，会被封吧，我不说了。你看我像一道光，我感觉我快被爆死了，我觉得我要变身了，我这里。我们在一起了吗？你们可以去微博里看。咋我不耐看？刷酸真的会皮肤状态很好。你们想刷酸吗？但是那我今天直播的要是被封了，你们记得转给我。这样子啊，我们那一天我们大晚上的就大概上白天了，我们要买那个就是玩王者荣耀嘛，斗法嘛，需要法器，然后他买一部分法器，我买一部分法器，然后你知道吗？他的法器中途，你是什么问题没有送成来？没人送。他是没有配送员，然后他的那边法器就没有送上来，我的法器送到我们之前的房东那里了。然后我当时我们就去浴室随便弄了，然后就回家睡觉，哦，就回床上睡觉了，睡着了。第二天中午发现我的那个法器没有在我们家门口，突然发现我们的法器在我们以前房东的门口。然后孙浩下去拿，听到房东在里面说话，然后我问那个快递员他那个法器放哪里了，他法器挂在门上，然后那个房东是不是房东拿走了？但那房东又是个老头儿，岂不是就直接顺过顺走了？我们又不好意思问那个房东要法器，是不是？我不懂你买那个法器干什么？我还不是为了我好。你又不需要什么？干嘛把我放出来？你就说香水吧，可以用香水来代替，就香水那个，就很难受啊！就你知道吗？我那法器花了我125。结果被房东老房东那个讨嫌的人顺走了，我好烦。我的香水，你不觉得很尴尬吗？这要是被房东知道，要房东知道，哎，我收到了你们的。没有实现，去的照片。要我们来给曾姐接下来录个视频吧。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祝蛋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丹丹啊！生日快乐啊！三门的不是上海最火，怎么还在 NPC 啊？我在拆礼物，你待会儿来连我。万圣节过了多久了？你活，但是万圣节你出不去了。因为很有钱，肯定很有钱，每天赚很多。待会儿来拆礼物，拜拜。好吧，拜拜。拜拜啊，拜拜。思雨不喜欢我。
我喜欢，但是待会儿吧。你别喜欢我，我有老公，你别喜欢我，你怎么这样子呢？你不要当小三，你正能量，正能量，怎么有这种朋友啊？快点挂了，你先拆礼物吧，拜拜。还你、啊。你看他嫌弃我的表情，走了走了。没有实现。回头直播拆礼物，对我这几天都没有去拿快递，我明天就带着明天去拆来。等一下，等我下完播再录。好吧，下完播就肯定会忘记了。不会的，会忘记的。是谁的心碎，散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梦碎。祝蛋蛋生日快乐！你把我拍这么丑什么意思呢？不要让他发的抖音。不是错觉。法器是啥法器？Hello。你好，你好。我们输了干什么？过程的话，咱就木头人吧。啊？过程的话就木头人不动。哦、oh, ，好。结尾你说。结尾我们就20个深蹲嘛。20个，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好，那我们闭麦喽。好嘞，好嘞。好好好，法器是什么？难道我要说那么露骨吗？我直播间就没了，咋？哎呀，你们不要把这种啊什么，不要把这种字母打在我直播间，好吧？人家以为我直播间是干嘛的？谢 Libra 送仙女棒，法器是啥？大概知道是啥就好了嘛。错觉，怎么这么不懂味了？你们上课肯定就算那种听不懂的学生，就蠢妞。不会是那种东西，就那种东西啊，不然你做法器，你不需要做法事啊。不要刷了，不要刷了。我哇，我好聒噪，我突然觉得，对不起，我会尽量收敛的。可以收首字母也不好吧？先支持茉莉送的经文。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冒险。谢记得填我送的炸酱面。每次 PK 的陌生人，蠢牛，现在女孩爱吃糖，说比心。那没爱爱爱闷他。你明天去剪头发吗？如果你明天去剪头发，我明天就去染头发。我觉得我这个头发还行，你觉得呢 ？You happy 就好。现那我也不染了，我怕我头发治不好，然后我准备染，就是等我过生日那段期间再染。浩浩在干嘛？他在欣赏自己的美女。我没有欣赏自己的眉毛，我在欣赏自己的眉毛。眉毛、哦、我是木头，什么木头人啊？我的票不是多一点吗？我干嘛要木头人？好好的爱你，谢谢从志送的为你打气，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我们剩下的快乐，你看他就不想让你唱，他自己都闭嘴了。是我在调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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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谢谢杰杰送的炸酱面。你们作为我的粉丝，你们肯定会说我头发好看，但是我觉得好丑，你们肯定是故意骗我的。I'm the star, I'm the girl, I'm the job, I'm the girl, I'm the job, I'm the dream。这个是马思唯送给全场的。其实我不喜欢赛了芬妮。哎，你们玩英雄联盟吗？你们不觉得赛了芬妮那个轮椅很丑吗？我觉得他没有轮椅好看多了，他只是个虚拟人物，请勿上升好吗？但是我觉得他不配加入我的 KDA 四位元女团。可是他很努力啊，他是中国人。哦，是吗？那挺好的。我他就觉得不好看的东西。玩王者不是英雄联盟。赛了芬妮只是友情合作 KDA， 没有，他加入了 KDA 女团，烦死了！我觉得四个人够了。咋？我们卡莎不好看？你知道为什么他不会加入 KDA 女团？因为 KDA 是莎的是，就是人头数最多的话，其余四个都是赛了芬妮是辅助，对他，但他可以中单，但中单很无力。但是他也拿不到 KDA。我知道对面没有闭麦，大家不要再刷了，我又不是瞎子，你们刷这么多遍，就生怕我看不见一样。对，我们说我们闭麦吧，只是想告诉，只是想好，他闭不闭够，不跟我没关系，我要闭他，仅此而已。我衣品真，衣品就是没有衣服穿了，我随便买了一件。你的衣服是随便买
准备买了。穿秋裤了吗？我穿的是短裤。我们家还挺热的。年轻人从来不穿秋裤。好了，塞勒芬妮要唱歌了。塞勒芬妮要唱歌了，大家闭嘴。新的谱就是塞勒芬妮。立冬了，是吗？湖南我们现在没有很冷哎。大家冲冲，大家冲冲。随便买的这么好看，你老年看到宋浩的肚子，他没有露肚子啊。谢谢饼饼的热气球，小心对面偷塔哦，大家冲冲。呼，谢谢一直瞄准的墨镜。偷塔哟。今天出太阳是吗？对，我们今天常常出太阳，但是我没有出门。邀请对面偷塔。我穿的睡裤。来了来了。谢谢念念感动，谢谢感动这个位置动大。浩也要买点好看的衣服，我觉得好看，我要给他，我要觉得他可以穿这衣服，他又不喜欢。因为我不太舍得，我买一些衣服，我觉得的话，我衣服的话，我穿。一个视频暴露了我没有肌肉，呀，我有肌肉没肌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跟孙浩有关系啊，你又不要跟我那个，跟我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有。好了，拜拜。都喜欢呀，拜拜拜拜拜吧。肌肉我也喜欢，因为有肌肉我也喜欢，所以跟我也没有关系、啊。对啊，一个有没有肌肉？我以前有肌肉，我给你们看。算了，我不给你们看了。我以前八块腹肌的微博照片你们看没看到？我以前当舞蹈生的时候。唱完了，你要听什么歌？我以前可是有八块腹肌的人呢。你要听什么歌？我给你放。我唱老版的 KTV 的歌。刘斌的 KTV， 我给你九九，我给你九九。对啊，我为什么需要你们就是反复的提醒我呢？叫什么？那个歌名？你就直接搜 KTV 里面的歌，那个。对。I'm show you 吧，我 show， 我不知道。啊，我要 show 什么 ？I'm show you。这个 pop star， 对 pop star， 啊，我不晓得。这个不是 KDA。这个。Hey everybody, feel it now， 那个是什么歌？不是这个。终于看到我直播，好激动！嘿、这个。我们想练的话会练的，只是没有人监督我们。不是。这个。不是。挺嗨的哈，是 I will show you 吗？我以前是真的直男，终于有姐妹这么认为了。我现在也可以很直男啊。那好，我 Hello， 我们输了干什么？你说吧。我们输了，你旁边有娃娃吗？什么？你旁边有娃娃吗？娃娃？没有娃娃。那你把你一件东西当做你的前男友，然后你怎么对他，你可以就这样吗？就打他？我打他什么？把东西当成我前男友？嗯，然后呢？你就打他，你就殴他，怎么对他都行。好变态！可以用抱枕。可以 ，OK。嗯。好，那我输了呢？我感觉你输不了，我家。大哥跑骚去了，那说不定呢，你大哥突然回来把我打一顿。你输了，你就带特效好了。好，你好温柔呀。那好吧，那我闭麦喽。这首歌吗？这是 Pop Star， 哦 Pop Star。我的阿狸天天跳这个舞。我准备再找个女朋友吗？那大可不必，完全没有兴趣。今天是不是很多路人啊？那我就说一遍好了，就，我们俩都不会对女的有任何兴趣啊，我们俩在一起啊，我不要做比较，也不要各种乱七八糟的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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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捏跟浩分手吧，让我很在一起，或者浩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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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就不要少说这种话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对嘛，一对就是一起的嘛，就是同，你们可以把我们看成同一个人。对，咋就？难道有人说你的左眼比右眼好看？哪有人说这种话，对不对？新视频直接点赞，就喜欢你这种迅速。
我看有没有给我点赞吧。我也去看看吧。我先看有没有被封。没有被封。你的数据很好啊，我觉得。我是胖了吗？减肥啊，减肥中，减肥中，别说了。今天不舒服，先睡了，好，晚安，晚安。这首歌是猫女演唱，我没有想到会是他的。对，我想我们会减肥，真的。莫尔在那个热歌榜第16。再听。谢谢你的小号送炸酱面，大家冲冲。KDA, you are okay? 我每个视频都是精华，大肯定的，都是我言就是冥思苦想想出来的。今天画质不一样，我们准备改视频的风格了，我们又要变回变装了。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不算变装吗？哪算变装？对哦，但是是变装的那种类型啊，这个、不是室外了，不是室外了。我们真的，我不再拍那种就是尬笑的视频啊，因为感觉就可以双人男团，男团这个梗早过了好久了。你们没有看到我们每个视频都是跟随热点，或者是自带热点吗？啊？但是我最近有点创意缺乏。我和孙浩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拍的变装，拍日常吧，会的，如果我们去旅游了会的。你知道那种情景剧吗？就那种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我广告那种吗？不是，就是那种反转然后真就是下集。哦，我好讨厌那种，好讨厌那种。你不是讨厌看这种，你是讨厌你看的是最新的一集，不过他已经更完了，就别的没事，就不疼了。今天刷到我那天大学，现在忘了，我哪有在大学拍过？今天是谈人生了吗？没有，我没有，今天没出门。昨天的室外直播也很好，是吗？我男人的手还挺好看的，可是不温柔，不会。带军回说拍个跳舞视频，没人教我。谢谢你也送的炸酱面。我觉得你之前做英语作业的视频，自学的时候我有来的那种跳舞吗？对，天才。你在说什么？就我需要人教，你是那种天才舞者。没有必要这么捧杀吧。Hello， 我598票。我家没条件，还是对面来破了零。欢迎你们吧，拜拜哦。拜拜。我反正是上一次直播，就是你知道我最后一把 PK， 我100票，我200票，对面0票，最后他上了300票，我输了。大家都看我聊天去了。怎么多人在我直播间找人呢？哎呀，非要找我，就不要跟我刷，就跟我抢老公好吗？跟你抢老婆好吧？就不要说这种话，就毫无意义。你抢到吗？拿得稳吗？大哈今天好牛啊！什么打算什么时候染发？其实我想的是，我牙好白，我全身最白的地方就是牙。就口罩那个，我觉得口罩那个好敷衍。造成这样也好看，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相信我，年龄会染黄色的，你们不用担心。就奶茶色。但是挺火的，最近是吗？我发现了好多人都在拍，敷衍敷衍你们秃牛。浩今天为什么胖？没有胖，没有胖，就是你们误差。我每天都就是看我们的肿和不肿，其实我们其实胖瘦其实都一样。就有时候可能我们刚醒，或者是就会很肿，但是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不肿的。
有什么美白技巧吗？就是你们别刷牙。没有了没有了。看那个口罩很尴尬，我也看那个口罩很尴尬。你以为我是遇见浩浩才弯的？没有啊，我一直都是弯的呀。你觉得浩浩有那个本事把我来掰弯吗？你有吗？但是浩浩是有那个本事让我心动的。我本来是啊，我有什么本事让你心动啊？就你对我之前很好啊。这就是本事吗？这不是你追我的本事吗？我应该是比较是说，因为咋你是对谁都这样是吧？不是，我是说我的本事就是我这个人在这儿就是我的本事，而不是我的行为让你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吧？什么意思？我一出现就让你心动，这是我的本事。但是没有啊，知道吗？但是我做的行为的话就不是我的本事，这是我做的一些，这是你的努力是吧？谢谢小 PR 送的一些手段，对一些作为。你看啊，现在大家看出来了，就是有些男孩子就很之前追你使用各种手段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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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哪，你们要珍惜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以后就没有了。你为什么不现在不没有像以前那种手段对吗？我怎么没有像那种手段对？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撩。我是因为在一起久了吗？没有，我每天都在就是为你而奋斗啊。没有感觉到吗？但你之前，你知道吗？我当时哦，当时我好怕，你知道我当时我在家里就是口无遮拦跟孙浩连麦那会儿，然后我妈每次就在我旁边开播，然后上一次孙浩给我送来了一个大蛋糕，我好怕，我是好怕他上面的贺卡上写什么老婆什么，然后没有，然后我是骗我妈说那是一个粉丝送的，她说啊你什么武汉的粉丝吗？我说对。我好怕当时，我当时怕得慌的要死，然后说，然后我直接转发去，哎，给妹妹吃啊，李老板来了，喂，我天，那个时候我好怕，对我给你一天买的吃的，他不喜欢的全给他妹妹吃了，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了吗？我都会给你买啊，你不喜欢吃黄瓜、巧克力，然后还有那个韭菜呀。妈妈会刷抖音吗？我妈妈知道了，其实。我妈妈抖音的点赞有50万。你妈妈？你妈妈这么火？因为她发了10000多个。她发了10000多个作品。我 KS 上说暗恋的粉丝是浩浩吗？我哪有 K， 在那里发这种文案？我妈妈现在是知道的，但是我很尴尬了，我很尴尬。我不知道我妈妈。你想看什么样的就是行为会让他发10000个作品？你妈妈吗？你妈妈都有50万赞，好厉害啊！但是她粉丝，你妈比你以前还厉害。但是她粉丝骗人，她的总赞数是50万。她总赞数是50万，我总100万。给你看100多一颗，咋了？这么想我？就是想你。你还想揍我吗？你还记得我生日吗？我记得20号。怎么又变成20号了呢？23吗？20号吧，对吧？23。我每次都在为你灌输我的生日是几号，你居然还是记不住。果然不重要的人连生日都是不重要的。没有，你上次戴了牙套的。你说的是我没有，是因为我们太卡了。谢谢送的星星包。我们输了干什么？你输了，你来，你好像你是本来就要来是吧？至少来，我是你给你安排的补课，我怎么说错了？你怎么绕不出这个话题呢？上海欢乐谷，请你走开。上海欢乐谷，你现在还在欢乐谷啊？我的礼物多不？你现在在哪里啊？我今天在欢乐谷打工，感谢别忘记。是我卡还是你卡？是你卡。没有卡，你没有看错，上了8000票。这是小星星，那我们输了干什么？穿 K， 好卡是吗？穿女装，但是我女装我要去找大大借，我要去找大大拿。洛丽塔不是被他带走了吗？就是、还在房间里。DK 的推广。哎呀，但我的女装是洛丽塔，你的女装只是一件裙子。而且你不能穿那个洛丽塔，为什么？因为它是。这样，你输了，穿着洛丽塔，然后。好 ，OK。好卡，对啊。
你很卡吗 ？No。哎，那换个阀吧。啊？换个阀吧。换个阀是什么东西啊？啊、哦，我突然想起来，我跟他们说我300万才穿 GK 的，我现在穿了就没那个。哇，你都快300万了。我说300万的时候穿嘛，西雨好厉害呀、啊！我明年我也要去当 NPC， 我跟着西雨当西雨的保镖，我要去当西雨的保镖，我去当武汉男，我会翻跟头，我会把你打跑那些偷亲你的妹子。冲冲冲冲冲冲！是你卡吗？我们俩都卡吗？你那边粉丝看我们卡吗？我们直接干一瓶水，输了干水是吗？可以干水。OK 好卡哦，哇好卡呀、啊！要不我们先闭麦吧？行，闭麦。好，太卡了。哎呀，我有没有老板来呀、啊？西域好牛啊，早知道就不打他。到底是谁卡？香水，去吃了吗？这么快的水，让我看看今天有哪个老板在。我的木老板呢？陆老板可能是、哎、昨天输出太猛，今天睡觉闭关修炼去了。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哦。好卡是吗？在那边看并不卡是吗？我的天哪！我的票呢？我的票呢？哎，我要喝水了，我明天要水肿了。自己太牛了，我再也不会打西域了。对于打西域，我很抱歉。我帮你说他。谢谢李云雷送的墨镜。捏捏。干杯。那我。我的画质怎么突然变这么高？因为我们光很好。西域欺负我，西域欺负我！现在有没有人力挽狂澜啊？哎呀，没有，是奶泡送的快乐水。现在好看是吗？啊！我输了。没有，他最近自己当红嘛。但是打不过啊。渴吗渐渐喝水吗啊喝一瓶水啊干一瓶水啊那 我都这么有水吧啊你啥意思啊我早就拿了我都。好吧。那我喝这个咯。啊你出屏幕一下。你老公最近空吗呀他有冰。你喝一点我喝一点吧。冰水喝一半吧。冰水喝一半。我们俩喝可以吗我老公就是我就是我老公。太恶心了对不对太凉了对来吧来我也想哦、啊、那我二好、啊哎呀我好卡我都听不到你说的什么。就是我23过来吧。22。我们到时候要干嘛呀要去输。什么哎行了我这边也卡。挂了吧我不聊吧。西域嫌弃我。把我挂了吗没有挂。爸没挂。刚刚那个完了喝完了 OK 走了拜拜
拜拜拜拜拜。浩浩，我散粉了，散粉了，我好油，好卡呀，是吗？还是开一下冷空调吧，热死我了。你热吗？我一路你热不热？你热不热？热啊，热。哎呀，我喝的我有点肚子疼，我没有，我们今天没有吃东西是不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没有吃东西啊？我们今天吃了吗？没有。哎呀，我喝的我好痛啊！哎呀，我是脑仁疼。我刚喝的没事，它经过我的肠子的时候好痛啊。赶紧喝点热水，那不就然后又把心给烫了。好热呀、啊，这个衣服。哎呀，我好不舒服、啊。好，你散粉。喝饱了，我也喝饱了。你要吃什么？我们俩怎么喝冰水了？因为我们输了呀。因为我们家只有冰水了。我去帮你点。哦，想吃一个。你想吃什么啊？我想吃。但是干嘛放米？快去干饭哦！我们要直播干饭，哎呦！干饭了，干饭了啊！呀，我还是很帅的，我是帅哥，谢谢大家。你想不想吃麦当劳？麦当劳？麦当劳？胖，长胖。你就不吃麦当劳了。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私信功能，我的抖音的私信功能坏了。你不要说出来，你越说他们越发。哦，是吧？你知道这种心理，他们你们的私信全都会在我的列表里面一览无余。你说哦是吗？你们没事的话不要分享东西给我了，因为他直接就会很干扰我，就看不到平常的信息。你们的现在的私信就是我一般都只看微博私信。我回复过很多粉丝的微博私信，你们可以发微博私信，抖音私信我是不会回的，真的。我会看，但是我不回。但是你现在你们的私信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来了，就很干扰我。怎么你很开心啊？没有开心，我是尴尬的笑容。我的私信功能崩了。新家感觉好亮，对，而且我有开灯。因为有些人好多没事没事分享别人的直播间给我看干什么？我微博回很多人私信的，我回过哪些人的私信了？你们快扣个一看看。可乐要打我，我无语。我今天怎么打得过呢？我操！他今天111.7万，每天都抢银行。他的老板抢银行给他送的礼物。哇，老公我好冷，老公我要盖被子，快一起盖。他这可以让你手机。你看我回过这么多人微博私信，所以你们都去私信微博吧。我一般都看微博的。茶屋是什么东西？香辣茶屋有什么？就是迷之酱秘籍。你知道茶屋？还是你瞎说的？我吃过茶屋，我知道茶屋是迷之酱，是自调酱。哎呦我，哎呦我喝冰水喝的我好痛啊！没有回过你了，那可能不吸引我吧。你想吃什么你点吧，这是一些小甜饼和小吃的。你为什么要点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好久没吃这个东西。大晚上会吃这个？我可以吃那个小丸子吗？鱼丸吗？那个丸子。什么丸子？那个丸子。我看一下看。老公你点了，你点什么我吃什么好。你平常也知道我吃什么，都是表情包。但是我就仔细看你们信息好吧，然后我还要回什么？我谢谢你的，很感谢你。你看我那性格就不会发这种话。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小爱同学，放一首林宥嘉的浪费给我听听看。好呀，林宥嘉好听的浪费送给你。这形容词有点想参观新家。我给你们参加过了呀，参加过，我给你们看过了呀。好贵啊，为什么这么贵呀、啊、Hello Hello。 哇，你是武汉的呀？嗯，对，我对象也是武汉的。对象也是武汉的，这么巧。
也还好吧。你将邮票。那我们输了，你就把你后面那个玩偶当做你的前男友，你打他。啊？我没有前男友。又是一个没有谈过对象的吗？对啊。你多大呀？你朋友？我今年才18岁。但是也该谈了呀。我没有哎，没有谈好吧？那你就。当做你的现男友，你看你怎么对待他。我们能不能换一个？那我们就五个深蹲好了，十个深蹲。好的，好的。好，那我们闭麦喽。好的呢，那我们过程呢？过程就是谁票少谁招财吧。好的呢。好，谢谢，拜拜。21的母胎单身松露菇啊，是吗？你们怎么都这么老实？哎呀，又这样，我肚子好痛啊。你不痛吗？痛呀、啊。一天天天用糖果有八级啊，哇，两次免压骑行，因为我要骑两次单车。谢谢吃了满手快水啊！我要骑两次单车，他会怎样？他会给我加芝麻分。哇，谢谢迪迪的樱花雪，樱花雪，你们都这么乖的吗？都不谈恋爱的？谢谢鸡鸡的浪漫花藤，我都喝饱了。你说如果一个腐女跟对你男的谈恋爱，然后发现他那个男的跟别的男孩子在一起了，他是该开心 呢还是该不开心呢？我看好多评论说自己是开心的，但是好，哎，就是当孙浩说，就是你一个腐女跟你男朋友跟一个男朋友谈恋爱，但是那个发现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男朋友干嘛了？像你们景哥送的花火在一起了，你们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他们是开心，天哪！你男朋友被别的男的拐走了，你们开心啊？现在看你男朋友跟你男朋友在外面做零儿，你开心啊？他们开心哦，你们好变态，土妞是变态，他们真的开心。对啊，怎么会开心呢？是你被绿了呀。对啊，但你被绿了。Okay. 然后他还在人家男生说，你没有弹琴。对不起。就变成姐妹了。你肯定炸裂了。好迷惑。我上次有一个粉丝给我发这样的私信，他说，捏捏，我的男朋友跟我发现我男朋友跟另外一个男孩子睡了，我应该怎么办？他是会是 gay 吗？我没有回他，但是我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把他掰直。可以浪费。我醉了，捏，你看，这还不是最精彩的。你看，就是我们 iPad 总是有些奇怪的东西，就比如呢，然后就是我们平常家里，我们平常你看啊，就是我和浩浩在那里打游戏，不知道被谁拍了，然后后来第一张就是这个，我操，然后就是他，这浩浩画的画，然后就唐凯无语，唐凯怎么不删掉？删掉怎么能在你的 iPad 里的臭逼？辟邪啊，辟邪！辟邪恶，调阴阳。辟邪恶，调阴阳。辟邪恶，调阴阳。谢母驴儿啊，是母驴儿，是没得口儿。你听母驴儿，是母驴儿。听他们说吗？什么东西？辟邪恶，调阴阳是谁说的？你不知道吗？全册五个人说的。哦，他们五个人。浩是学什么的？画真好看。浩是学美术，我也学过4年的美术，我还学过小提琴，我小提琴都有级的，我跟你说，我小提琴考过级的。凯凯怎么不来串门呢？可能是我们家住的比较高了，兄弟。我小提琴考过级的，你们肯定没人知道吧？你们是不是没有人知道？我小提琴考过级的，怎么没有人觉得可牛啊？多少级？没多少级。谢谢七七说的晚安。我说过，我要学起那边走的神秘花园呐！你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很多才多艺吗？我学过好多东西，但虽然就没有坚持下去，就起了班呢。哇，喂！啊。
我列整是在动，你现在还会吗？我忘了，现在我只有基础的只有跳，我小提琴都落灰了，在家。好，谢谢了，拜拜。好，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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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居然不知道我是多才多艺的？滚！好吧，我又要把我之前的舞蹈视频，我的技巧展现给你们看了。算了，我不说，我不给你们看了。有人看过的东西。你最喜欢谁的声音？我喜欢他的。我喜欢百里守约的。你没听过百里守约的声音？他的声音就那种很斯文的。我不喜欢那种斯文的，我喜欢这种壮汉。我不喜欢这种，我觉得很。很假，哪有正常人这么说话？如果是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我吧？你是蔡文姬，你才蔡文姬。程咬金这种壮汉吗？大可不必。程咬金就过于那个了。怎么说拉小提琴的事情？我现在我知道吗？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时候，我学到了一首歌，请更换直播内容，由于内容不合适，已经被限流十分钟，我直播间被限流了。真的吗？我限流了，我还有这么多人？没关系，你就十分钟嘛，聊会儿天嘛。呀，我直播间被限流了，因为我聊天不合适。我聊什么了？我聊什么了？我聊什么了？我又聊什么了？女孩子男朋友吗？那个，我聊什么都是不对的。我多才多艺都是错吗？我多才多艺都是错吗？我再也不说了，我再也不说了。其实我什么都不会。我捡垃圾第一名。我天，有人在刷，我无语。你们有毛病？有些人这刷什么？把他给我封了！管理员把那个刷那个的给我毙了。哪有人在现任前面刷前任男，神经病！祝你以后你找的男朋友都跟你前任。你限流了，我限流了，打 PK 没怎么。你限流了，他们就走了，就再也进不来了。很艰难。问你的心在飞。仇了吗？是来报仇了吗？我没有想报仇的意思，我就是没有人连了，随手一连罢了。没人连，能不能说一点好，说一点让你的好朋友舒服一点的话？什么？你在说什么？我说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话，不要说我是你随手一连的。我声音很小吗？就是、我看到大哈在播，像大哈这种帅哥就想连，就是养眼，就是想看，就是大哈这种帅哥不出现在我的直播间，简直就是落寞了。你的出现让我的直播间蓬荜生辉，我的天，是的，发光。天哪，像你这种帅哥，声音又好听，多才多艺，又什么都会，哇天哪，学位又高，赚钱又多，我天哪！凡事适度就好，适度就好啊，适度的虚伪可以换来啊。很舒适的相处模式，但是过度的，一旦任何事情过度了，就有点过了啊，有点吹过头了，嗯。我们输了干啥？这是什么？那你又不一定输啊，对不对？那条画符了。这样吧，你来拍那个，你来拍那个吧，就是打，就是抖音的像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终结者。行，让我嘛，如果我输的是吧？对啊，你们刚才已经演过了呀，所以那你们如果我输的，啊、看到我就让他输吧，让他输吧，快，大家冲，那如果你输的，你得换一个是吧？对面你再看吧，来我这边上面就是了，哈哈。无语。哎，这跟你挺像的这个。无语哪像了？你们怎么每个人说我像树懒、啊？树懒、啊，树懒。我哪像树懒了？陈吉吉他妈的每天在我面前说我像树懒。我也觉得你像树懒。这个是树懒吗？这是你们俩的定情宝宝吗？没有，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花100块钱抓的娃娃。其实你想看？跟我们生的孩子应该分小捏。那一个对我来说，简直内容惩罚也太简单了。娃娃惩罚对我来说，像一个老奶奶，太简单了。就是稍微卖萌嘛，对不对？
来冲那我他们俩输的话怎么办呢？得想点，得想，你要很嗲，你要像那种就是骚。哦，对不起，不好意思，我直播间已经被我刚跟你说，我刚直播间是怎么样的情况？我直播间今天被提醒了3次，然后他说限流10分钟，我第一次看还有这种操作。为什么被提醒？他说让我直播间限流十分钟。你俩干啥了？为什么要提醒你？我在夸自己多才多艺，什么都会，还学过什么小提琴什么的。然后我在夸着夸着，他就提醒我了，我不懂。你最近说话怎么这么快、啊？我的话，我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其实你们俩刚刚干嘛了呀？谢谢山威的爱的守护。我在聊我多才多艺的事情。就是除了你们俩，我让你们两个深情对望了，还有干嘛？我们两个恪守本分，因为我聊了，他们说是不能聊游戏里的人物。感谢温迪的拉轰摩托，感谢阔阔的锦鲤。这个嘴真的，你最近是 underground 吗？你在学 rap 吗？地下八英里吗？你在？感谢 Wendy，、哎、感谢 Coco。哇，真的是不离不弃啊！我的 Billboard 们，这么多这么久了，真的。我跟你们说，我的私信功能真的坏了，你们不要给我发，你们去微博发，它全都在我的首页。发什么？私信。在抖音给你发私信跟在微博发私信有什么区别啊？现在因为他你的抖音私信它会出现在陌生人消息的总栏里，它现在是分为就是你回复了人家私信就会单独弹出来，你懂吗？我现在全都是单独的。你要不是退出了。哇 Wendy 恭喜 Wendy 46级了，我今天我要输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这个、让你升级了还蛮有意义的。谢谢 VK 的浪漫花火、所以你觉得你那个啥，你收到最奇葩的私信有哪一些啊？我收到最奇葩的，就是有人问我她男朋友跟一个男的睡了，我该怎么办的这种。她男朋友跟她的男朋友跟一个男的睡了，谢山威的礼花筒，那你怎么提出解决方式的？哎、我要输了。守塔，嗯。输赢，输了干什么呀？不，你刚问我啥？我说你怎么回他的？你可能、啊、你怎么给？啊，你就没了。我抢回来！哇，现在极老板的什么豪华五？哇哦耶嘿！哇哦！哇塞，冰是一只喵说的啥？哇！独角兽！绝吧！天哪！酷傻！谢谢可可，谢谢多多的神秘花园，好萌啊，好萌啊！大家送的礼物，谢谢油流人，谢各位的。酷傻！学终结者了，快学酷傻！哎，你再弄一遍，我没看清楚。我直接发一个。你我最近没怎么刷过抖音。小发虫都不知道吗？我来学一下他的表情。你干嘛还要发出？抖音美女。他粉丝都超过你了。我只是个眼神迷离一点是吧？迷离诱惑 sexy 但大家下一遍。哈哈，all right， 快学，绝对给你学到位，好吧？嗯。下一遍。抖音奶狗一条街，哎，不是什么？打狗是什么？奶狗，我改一下。你最讨厌奶狗了？怎么会？你最讨厌奶狗了？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词？我就换成什么词。抖音猛男一条街，打听打听，这是终结者。点的不嗲啊！还是还不打，我都要吐了。迷离。那种，抖音猛男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假，还不假，我操！怎么再假一点？这是油腻，你要那种抖音那种。抖音猛男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终结者。
了心。引人不适的直播间被限流是应该的。我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恶心到了啊，第一次啊。其实我见大哈，大哈平常真人就是那样子的，他只是放了对对对，我真我认真讲。大哈是人。其实我这么 man 都是装出来的，对，在直播间里面装的。其实我就是这样子的。他都他第一次见我，哈捏捏。啊，癫痫吗？对，我第一次见你捏捏，我是终结者。然后还要说，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商场里面，我还记得。然后我说我叫捏捏，他就你不跳。好了，走了，再见。再见，拜拜，满意了吧？满意了，酷死，再见，请把我的歌。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怎么，我的渔网服都不够他们赞呢？以后我走霸总路线了，我以后要走霸总路线了。然后宗少现在开始走我老婆的路线了，以后请叫我捏总，叫他什么小娇，叫小娇号，叫我范冰冰即可。怎么，你觉得我很丢范冰冰的脸吗？那确实。哎呦腰痛，请叫我捏总啊，请捏总。我们来听听梦溪的执迷不悟吧。梦溪出歌啦，飙升榜第三名。我靠！哇，我现在我有这么多明星朋友，天哪，我一个人，可是我不出名啊，怎么办？突然觉得自己知名度严重不高。我还跟他一起当过狼人，我还跟他一起就是。你好。Hello。嗯。我们说要干什么？你说吧。呀，你是拽姐。没有，不应该是。那我们输了就要十个圈圈吗？十个什么？十个什么？圈圈，转圈圈。转圈圈吗 ？OK。欢迎王宝宝，欢迎新进来的宝宝。那就不玩过程了，让我闭麦喽。OK， 是你们家的人吗？我的天哪！执迷不悟。梦溪唱歌这么好听啊，他们在 KTV 的时候唱歌不是这样子的。刘云鹏会修的。每一天的全部，我对你有何事是执迷不悟。天哪，那我要把叫梦溪来我生日唱歌，让梦溪在我执迷不悟。他最近档期应该没有吧。所以梦溪火了，不想来我生日了。风风生日他能来，你的生日怎么可能？不行，他不来他必凉。对啊，风风生日他能去了那个。来吧，我打个电话给梦溪，看他会不会。你打电话第一句，我对你有。对，听着他的歌打给他打电话，给梦溪打电话了啊。孟老板，王立坤，你看孟老板都不回我微信了。叶大毛。算了，我到时候再跟他说吧。我明天好吧，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催他们来我生日。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各种网红我全都打一遍电话。我对你有何事执迷不悟，眼泪偶尔会莫名的光顾，所以会蒙蒙。抖音在抖音唱了几天了，对了。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我把那些网红你们认识的我全打个电话打个遍，我全都让他们来我生日好吗？哪些不来大家取关的。明天上课别上了，上什么课，不好意思。冲啊，没人冲啊，48票。我的什么抖音帅哥那么多，我的好友占一半，那是不成为我的好友都活不了，都活不了。大家都快来认识我，快来认识我，你不是我的好友活不了。我要包住宿，不包。
他们那么有钱的，一个个妈的跟我在这吹穷，说什么说什么没钱，这个什么飞机票，飞机票什么飞机票啊，什么飞机票什么都是要我出，那么有钱可以买一架飞机了，对面一堆人可以买架飞机了，成为让我包他住宿。那你去看九幺幺，我问老王能不能约那天的九幺幺。我等下下播来问吧。好。呀，老王，我问了老王，就老王是想弄这个，然后他就把我们抢抢了，不行，那我们也没有联系。真的什么帅哥榜有一半都是我连过的，那事儿，那是啊，帅哥不来我的生日的帅哥都不能唱说是抖音上的帅哥，对吧？那你邀请一下费启鸣，邀请一下。咖位不够，咖位不够。谁给我打电话呀、啊？可吓人。外卖。哦，我点外卖了。喂。快啊，赖子不冲。下次见您的又是周五了啊！你们这么忙啊，一个都。吓了，没事，我等你们。吓我一跳，我以为我放歌。这个玛卡巴卡 ，Hello， 我是你的头用户卡卡不吃糖，瑞瑞刘浩然他老婆 Star 的什么什么什么，全都把私信发到我的页面上来了，我很苦恼，很苦恼。其实啊，我笑的时候我那颗牙还真不是我的虎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它就像我的虎牙，它不是虎牙。我们要考试了，生日会不会直播？我准备 以往的生日都是22号过，然后跨生日，然后我这一次就是想跟你们过，其实想就是想收礼物啦。然后准备现在只要买的直升机，然后准备23号直接过，就不跨就直接过，对，不然的话就是我怕有些人来不及，就可能会错过我零点生日，所以是取了分，是取了分，就更加晚了，23号晚了，对啊，22号跨24号晚了，对啊，天哪，真的太傻，我们这没有过百哟、哦，牛晨。好吧，好吧。拜拜。嗯。你买的都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麻薯。啥啥？他叫我刘晨、啊，无语。他叫我刘晨啊，某鱼。这叫家是爱的守护。我对你何时迷人不言，但有偶尔莫在乎。你别弄得弹跳了喽。八。喂。好多糖，你先吃，你先吃，没事，你先吃。这个糖好好吃，吃，还是脆脆的。没有了，你就吃。他吃不紧，我不管，不然的话他会给我吃完的。嗯，对吧？这个脆脆的好好吃，对不对？好吃，好吃。哇，我青年。但吃包感觉很腻。嗯。不要掉流程。好甜、啊。哇，西雨今天24.7万本场金了。天哪。果然帅哥就是招人喜欢哈。我感觉他能超过我生日。那你让我买。知不知道我生日呢？嗯。呀，你是仙女。Hello。你认识可乐吗？可乐？嗯，不知道。那我们输了干什么？输了，我一般就自己挑个特效带，输的自己挑个特效带。嗯，
那我输了也带那我带那个关公的特效吧，那个什么关羽的啊，不对，包公的。嗯，好。那我们闭麦喽。嗯。最后一把 PK 啊，最后一把 PK。这是什么？乌冬面。车仔面。我把鱼丸都吃光了，你就可以吃了。明天直播我就播，我打电话给我各个好友叫他们来生日吧，然后你们记得谁不来我们就取关谁哈，看人逢二十多大的事你不来什么呀，请更换直播内容，由于内容不适合直播已被限流十分钟。别喂我了，你别喂我了，我直播又被限流十分钟。别喂我了哇，这啥情况呀，对面啃牛。我不喂了，我不护喂了，别骂，别封我了。呀，年年就给我吃一口那么好吃的东西。我喂了你很多口啊，一口。对不起。那我们再买，你怎么取关？那好吧，你们垃圾。啊哦，最后一把 PK 要失败收场了。你先别问，这样会疯了。我第一次听说直播间还会被限流啊！啊！你没吃奶片？没事，我们第一顿早餐。变西瓜，我第一次被抖音封这么多次，看起来挺好的，就只限流而已。跟你说十分钟，以前只是给你封十分钟。没用。还有什么吃的吗？还有那个火鸡面，和你后面的麻薯，麻薯后面，还有这个，你吃鸡腿鸡翅，是。那这翅怎么长这样？它跟肯德基不一样。饿了就吃啊，我们在吃早餐。哎呀，这把我输了干嘛来着？关公。哎，瑞，不好意思。你扔过去。扔哪去啊？对，你都放那边吧。我把这个拿出来。我几点睡？四五点了。黑大很真烦。还有十秒哎。又是个嘉年华。太凶了吧，带个特效而已。对呀，带个特效。太凶了。他的火鸡面怎么长这个样子啊？我找一下关公吧，他的火
我心里没底，真的没有底，我永远都没底的。嗯。你看他的火鸡面怎么长这个样子？果然十九级了，恭喜渣渣熊升级十九级。啊，我最高的就两个十四级。OK 啊，哎，我粉丝灯牌太多了，我有点带不上特效，怎么办？嗯，好，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嗯，谢谢就这样吧，谢谢，嗯，拜拜，嗯，好，拜拜哦，嗯，你闭麦吧，我在吃东西，说不定早就想挂了。你看这个车载面，哦不，这个火鸡面，火鸡面怎么这么细呀？好啦好啦好啦，我今天我就要下播了哟。然后我的微博叫聂湖流程号的微博叫浩浩，我们的日常或者是什么，嗯，然后都会在微博里发，然后我们的粉丝群都在微博，一二三四五的一二三四五群都满了，大家进铁粉群，六群要铁粉，然后再关注超话才能进入哦。然后不懂的什么的都问管理员，寄礼物的话也问管理员哦。啊，不要，这个太辣了，我肚子有点痛。然后我们就下播了，然后记得给我们今天我的视频和浩的视频今天点赞哦，记得多评论哦。我们要下播了，拜拜拜拜。十九八六五四三二一嗯。Thank you.